一男子半年前买了一条八英寸约0.2米长小蟒蛇当宠物，没想到多年后将其养成了18英尺约5.5米，目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缅甸蟒蛇。半年前31岁的程序员马库斯霍布斯从一家宠物店买下了荷克斯，眼看着他从一条小蟒蛇宠物变成110公斤重的缅甸巨蟒。目前马库斯把荷克斯安排在家里一个能容纳3张大床的房间，尽管荷克斯可能分分钟就能将人置于死地然后吞掉，马库斯通常用兔子、死胎鹿、小牛、山羊和当地农民提供的猪来喂食荷克斯，因为它吃的太多，每个月都会拉一次百恶大便，大到足够可以装进一整个垃圾袋。专家说，有史以来最大的缅甸蟒蛇是18英尺8英寸，但马库斯认为荷克斯可能会更长。他说，他最后一次测量荷克斯时，他已经超过了18英尺，比起那时，荷克斯又长了不少。